现在有电，现在没电，电池刚刚是满的，那现在又不见了。因为它好像就是从里面嘛，一直出来，一直出来。现在播到第几层了？最里面的。那边那一层。剩下那个纸啊。多吗？洋葱的最里面那一个。松那一点在里面怎么拿得到？对，95。我看人家把，我觉得因为这一个可能明后天人家慢慢给他出来，这个是太久了，这个是太久了。他们是硬搬的，硬把那个角度给他搬出来给他。今天躺一晚上。那你看见吧？就是还没熬夜，就抓胸胸胸胸。明天早上是什么？对，明天早上应该就是知道这样至少了。每个人第二天早上他的反应都是更好。不一样，不要至少会这样子的，那就应该会加点。